咁当初点解入呢行，就因为有个朋友做呢行，咁我对呢行有兴趣，咁佢就介绍咗入呢行，咁就一直做到而家。期望就想做多啲好嘅头同埋靓嘅头俾客人咯。平时喺公司都会留意啲 product 公司嘅比赛嘅，咁我今次系第一次参加呢个 product 公司比赛。咁如果你话依家真系兴嘅，可能都会兴翻一啲中长度一啲向外翘嘅挛咯。咁而顏色冬天通常會興翻一啲 cool brown 啦，咁一啲冷色調嘅顏色啦，或者可能一啲可能真係比較漸變嘅顏色都會有嘅。春夏就應該都係玩翻啲比較淺色嘅，例如可能都係一啲淺啡啊咁樣。咁而個人有咩偏好，可能啲 cutting 我多數都係玩翻啲重身啊、實線少少。但系都会有 layer 嘅，但系个 layer 又唔会话太过轻咯。受翻亚洲人啦，咁佢啲发质通常都比较有啲乱啊、松散。咁但系佢哋喺屋企会容易啲打理，冇咁松散，同埋会方便啲喺屋企可以做到个 styling 出嚟。